你好贱！我先挖几根，看起来蛮几根，挖八根就好了。我会发出你会有一个你要有这个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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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一滴酒有啊有啊加油三嫂都不见了用加油三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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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第一个提示日行性也是很多好来第二个提示软身有人要作答吗什么错什么他刚讲完龟口你要讲龟口啊好来第三个提示一年产卵两次那个什么什么答案什么啊错不改，恭喜你答对了 ，OK， 好来2-0哦。接下来第三题，第一个提示，哺乳类。哺乳类很多哦，答错了就要换别人打了哦。还是要再听提示，再听哦。第二个提示。清晨、黄昏最为活跃，答案什么？今天有念到啊，十五。错。我不对，不是十五。来换第二小队，第二小队等一下，要等第二小队回答错了之后才换你们啊。我台湾米友，台湾米友确定？肯定，一定，改不改？不改，恭喜你答对了。没关系，还有两题，还有两题哦，再来。第二小队，你们加油一点，接下来再出一题，也是很简单的。好来第一个提示夜行性很多也是很多好来第二个提示很会爬树需要养分产卵需要养分对很好产卵需要养分母的为了产卵所以会 吸血来产卵来一只母的黑纹一次可以产下40-80颗卵好那这40-80颗20几天之后不是孵化，20几天之后就直接变成小黑纹飞出来了。它整个成长期大概20天，所以我们40天之后可能就会有1600只小黑纹开始吸血了。好，知道吗？好，来，那知道小黑纹的家在青苔里面，来准备第二题。
第二题，来，这是现在考大家，怎么样判断这个地方小黑纹严不严重？来，这边有三个方法，一样，站在你认为是对的人前面。OK， 这样清楚吗？清楚。来，你如果觉得小黑纹是用摄影机观察、录影，看时间内录到几只的，站在 Mandy 姐前面。啊，时间录。在时间内录影，看录到几只小黑纹。来，如果你觉得是用你青春霸天引诱的，站在我前面。最后，你觉得是放置捕蚊灯，看时间内捕到几只的，站在螳螂姐姐前面。没有，我们要看这边小黑纹到底严不严重，密度多少，有几只小黑纹。来，开始动作。那个 Mandy 同学，可能我们来，你觉得哪一个？你觉得是用捕蚊灯的，站在 Mandy 姐姐前面；你觉得是用你人体引诱的，站在我前面；那你觉得是放置捕……哎，哦，不是，摄影机是 Mandy 姐姐前面，捕蚊灯是唐唐姐姐前面。哎，确定了吗？不改。那个这边是什么意思？来，区隔区隔，那个中间，你是哪一边？来，再过去一点。好，确定了吗？确定了。来，我公布正确答案哦。来，首先摄影机的举手。好，请问有没有看过小黑纹？小黑纹多大？这么小，你觉得摄影机录得清楚吗？录不清楚哦，来，所以摄影机是错的。再来，捕蚊灯的，你觉得小黑纹多大？这样。这样，它被啪一声掉到地上，你觉得跟灰尘分得出来吗？分不出来。好，再来，小黑纹也不会被捕蚊灯的灯光吸引哦，知道哈、哦？所以捕蚊灯是错的。来，正确答案是用人体引诱，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右脚，好，第二步露出你的小腿。露出你的小腿。哇，毛好多。好，来第三步，在这边站二十分钟。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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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我们怎么计算呢？我们就请他在这边站二十分钟，看二十分钟以内有多少只小黑纹曾经停到他的脚上。再来这样计算哈、哦，所以如果我算出来数字是五十，代表二十分钟内有几只？五十只很好，那就表示有点严重了。九十只以上就是非常严重的区域了。来，我们为了准确起见呢，大家有没有做过自然科学实验？有做过哈、哦。来，你做实验会只做一次吗？不会。所以这个也是一样，不是你做三次。哦、不是你做三次，是我们一次需要三名同学。是怎样？哦，这次不用试。肿起来，来，一般消肿要用冰的还是热的？冰敷还是热敷？冰敷。冰敷哈、哦，好，所以冰敷对热敷是错的。你热敷，你肿的区域会变大，会变更痒哦。再来，以水打湿并轻柔。请问，水在手上会不会蒸发？会。会不会蒸发？会。会不会蒸发？会。很好，来，水会蒸发，蒸发是吸热还放热？吸热，吸热的举手。来，放热的举手。来，都错了哦，蒸发是吸热，它会把你手上的热吸走啊、哦，所以可不可以达到冰敷的效果？散热稍微可以哈、哦，所以以水打湿并轻柔是对的。再来第，你就把它插进去。它的进去哪个要写？我不会加筷子。要，我要去加筷子。三小加油，三小加油，三小加油。